我想，你应该知影，小赵，我的勇气，这是明晨，在明晨的真心，我伫恁的身上，我的真爱，有这之间，真真正正的真爱。 你让我知影，婚姻若是一款形式，只要真心对待，爱情是永久久长长。卡琳，你做你红一百个心。 实话讲哦，万一我做父亲，就算讲是后世人，我袂阁继续做父亲，我绝对会做这些父亲。上主啊，是你，我真正拜托你，这个只是人做外孙妹，我希望你后世人继续做外孙妹，永远拢做外孙妹，你好吗？ 辛苦你啊！感谢结婚，我都挂得来。大爷放心，我搁行袂开卡，想袂到这么挂得来，变我遐尔大。但为良心，为即马开始所有责任，我拢担起来。我嘛会甲明昌当作家己后生，照顾世界平定。为伫真正人家所失去的一切。 我拢会提倒转来。明昌即马有小丽伫咧照顾，应该毋免即个阿静咧操烦。啊，毋过其他的，大姨都真正爱拜托你。我已经老啊，刷落来都爱看你哦。阿姨，丽姐。 过去我真毋捌代志，做真侪伤害红家，见笑代，不过红家家肯不灵，我知影我毋对啊，请你原谅我，给我一摆重新做人机会好无？好佳哉，我是嘉玲啦。
挽回小丽的良心，让伊回头。啊，那无我真正唔知影一个人是要安怎甲明昌带大汉的。过去的都拢甲放水啦。既然家人子啊选择原谅，阮大家无啥话好讲。今卖人家未堪有任何损失，只要讲心，大家永远是一家人。多谢你姐。我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我是听最高者就讲，议会理事长要改选代志，哦，啊，即马刚好找到谢玲选。上早我本来家己要出来选，甲董事长拼一下输赢的，结果我的个性也受过懵懂。即马就算我跳出来选，也无人敢投予我，所以目前啊，受苦啊，唔知谁较适合。水妹，水妹啊，谁人拢讲袂？我唔知要开讲啥。唔系安尼啦，你我都跟你讲过，我即阵我听我当天酒庄，告诉讲以后我若搁搬，我即间房只不要你剁掉，你好不？拜托原谅我啦，哈，水妹，你跟你讲，你酒庄开几遍啊？你讲干脆无借，我袂去相信啊！你家己良心赶想看卖，家玲即卖情形有偌严重，连阿贤都拢对伊笨蛋的啊！你这做阿兄，竟然走去交警，跟人跋筊，你哪有家玲知影？伊家己阿兄是为着破例差点，咱爷最后一面都看袂到，你敢知心肝偌艰苦？是啊是啊，我知我唔对，我完全拢唔对，我已经彻底悔改啊！头头家人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谨记在心内。不管伊人以后伫倒位吼，我绝对无搁有操烦啊！你好不？你当为家人做的代志真多，头一项就是家你的恢复先收起来，要搁甲周英明遐小人对冲啊！人咧讲三年一轮，好歹照轮，像因这款小人哦，早晚一定会受到报应的。不过是无，这家己面是有够苦的。咱身躯边每一个人拢叫走甲有够忝的忝。假使讲真正有选到虚伪理事长，我不改变。卖讲三年结论啦，就讲三年三年哦，咱嘛真正嘛日子无，无当遐好食困啦。哎，你到底在想要创啥啊？无啦，我哪有想要创啊？我是想讲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来抵制这个周渝民啊。这我拢知影。八加骨，就是底下找无适当人选，唔才头壳疼。是讲嘛，唔是讲无适当的人选啦。我感觉有一个人，我真适合。你唔当袂记呢？阿贤呢？对吼、哦。我哪无想到？阿贤较早捌伫协会做过代志，到遐拄仔遐地嘛拢斗阵了袂歹，还佫真有落伊的能力呢。相信讲吼，咱一边话，即满来三五十人出来选一个虚伪理事长，一定是我对伊阿只干巧面啊！你甲想看，咱即满只有够少，对无？想来想去，阿贤是上好人选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我相信这个代志，阿舅一定会答应的，爸。明仔载，你等下甲爸讲一件代志啊。哦，当然啦，当然啦。啊，你睡饱了，我巧。是不是啊？好，啊，来，快去。哎呦，我今天生的是唔加三脚那些记者啦，哈。敢讲？啊，心情快去好一点，以后唔敢，以后唔敢。好，不好，来去。来。哎呦，卖走了！哎呀，你是安尼走，阿妈给你穿衫都无法度啦，来。明昌，阿妈要给你穿衫裤，你敢有白乱走？妈妈要给你讲卡声啊！阿妈回去嘞。姐姐。阿妈是嘞。阿妈是嘞。乖啦乖啦，好啦。哎呦，小丽呀，啊，你搁讲你无像妈妈？妈，啊，我今妈新手上路，跟你学诶。妈，你先坐咧歇睏，我来改穿啦。好啦。来，明昌，来坐
条水果。阿姐嘛，歹势呢，安尼一日转来吼，互你遐无闲。大姐，这是我的包呢，你客气下。来，吃水果，明早来。来吃水果好啊。你吃啥？嗯？来，吃草莓。哎，草莓。来吃水果。好啊好啊。来。好好好，可以来可以。妈，嗯，我有代志想要跟你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？我想讲，我即摆工课内容不是真好，所以我想要去台北看卖，看有啥物机会。若是有，我可能会暂时离开一阵啊。啊，你不是答应嘉玲讲要好好照顾明昌，啊，哪会讲会反起反倒？是啊，小丽，刚刚你讲要改头换面。重新做人是凊彩讲讲的哦。妈，阿姨，恁误会啊啦！我只是暂时离开明昌，等我伫咧台北，工作较稳定诶，安定落来以后，我再转来接明昌，全心全意尽做做妈妈的责任。以后若是有闲，我会带明昌转来看你啊。也毋过，妈，你嘛知影我上爱钱啊。老婆，我给你借纸啦。我若是放上面仓，家己落跑哦，就罚我随便一世人，一家人拢赚无，以后无我就烦心，安尼样无？阿姨啊，小丽来讲话无唔对，要饲一个囡仔哦，阿卡安尼啊找钱，你就还是要去找一个头路，啊至少眼前有咱会到早个照顾面仓啊，对。是啦，大姐，既然小丽都已经借纸。我看哦，伊是真正有心要改啊啦，你着相信伊一改好不好？好啦，非得吼你当面安怎甲嘉玲讲的话吼，你着爱会记的。我知啦，阿姆哥，妈，即马台北的工课毋是真好找，我嘛有叫我的朋友甲我介绍，啊到即马阁无消无息，所以我可能会伫个遮先住一阵嘛，安尼拢袂气嫌吼。明昌啊，你会去嫌小丽妈妈不？不好。啊，乖，安尼阿妈哦，嘛袂去嫌小丽妈妈，吼。哎，福建啊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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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，你来，这，你来，你来。哎，阿母哩，阿姨，哎，小丽阿姨，好好。对啦。福建，吃水果。好好，免客气。我即阵来是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哦，我听讲即摆转来台湾，要踮物遮发展嘛吼。嗯哼。我想讲，既然大家拢家己的吼，是毋是会使甲阮潮南巴萨恁小合作一下？这是两回事吧？好，对啦，我知你过去讲潮南巴是有捡工啊。哪捡工尔？我走去日本阿尼阿久，目的是为着要替水波姐顾好伊伫日本的冷冻食品代理权。卡面若无金身，搁用暗无甲抢骗，而且你潮人爸搁用垃圾无怪在往台湾伫世界饭店顾惯。我即组转来无找伊算账，若是看你还搁有小金姐的面子，啥物你即马叫我甲合作，你是对还毋对啊？阿贤啊，恁水婆姐啊，甲五桑哦，已经讲好啊啦，伊两个即马也袂搭啊啦。啥物老可能？哎，两个即摆所有代志误会吼，拢讲开啊啦。哇，即摆咧讲的外道起咧，变啊真捌字咧。这李处长脾气遮尼呢，拢已经甲吴总做对遐尼侪年啊，敢有转性？唔是阮阿哥转性，是阮丈人排伊做人处事的个性哦，改变真多啊。我实在吴金星哦，根本就唔是迄种会改变家己想法的人啊！阿贤啊，自从吴三甲娃娃相认了后，伊的心肝哦，确实加少暖心的啦。大家误会化解了后，我嘛发现讲吴三其实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搁再讲，啊，若唔是吴三的度量大，甲伊的包容，咱两家遐大的冲突甲误会。因哪会经上见中去美国找娃娃嘞？
对了，建章只抓去美国啊，确实有法度扳住这个娃娃的心哦。时间你讲，就让我们亲戚呢。啊，既然是亲戚，啊，那就结交了对了，对不？哦。讲真实的，其实我讲五常，根本就无什么亲像大夫。好啦，但既然做我这有法度解何解啊？但系我当然有法度肯定你做人啊。 我是有机会，再讲台湾八九安尼搬落去了嘛。大医院啊，你是想要做我跟五常的公亲，你当袂讲，你到底有啥目的啊？确实是有影有目的啦，因为这件代志我等来讲，虽无参详好以后，自然跟你讲完好。那到底啥代志你唔讲？放心啦，绝对袂害你哦。 今仔日回来，想要甲你确认一下，啊，计算是回你厝顶的人选，你最后的想法是安怎？你是叫我叫我先回去哈？想要替伊求情，叫我天天出来选哦。爸，你误会啊啦！我今日无要选。啊，当阵时我是讲我要出来选，是因为咱这边嘛，拢无人，我都出来个同事团拼，我今日呢刚才呢去了了。 啊，这么几点我就能算了，比我更加时间。当然嘛，要这样出来算对吧？嗯。啊，你即马讲的人选到底是谁啊？哼，都阿贤啊，彭世贤啊。阿贤哦，嘿。那不是在日本？已经定了，已经定了。哦。我是感觉讲阿贤这个人啊，做代志真认真，也负责任哦，靠在个好。我相信，假使讲来上一出来算了，甲董事长请病。 百年啊！唔知伊本人敢唔得咧意愿出来算？爸，阿贤哦是一个做公益的人，只要咱甲咱即卖精神讲会了解，我相信伊一定会答应的。嗯，那讲阿贤确实是一个真好的人选哈，啊，不过过去伊为着水泡。 教我阿哥一寡捡家己的，我恐惊伊唔肯我这个面子咧，啊！爸，那这点哦，你更加放心。哎，你是一个个性足土地的人啊，哎，过去嘛是因为听阿哥，唔知家己起冲突，你肯定无任何恩怨呐。今嘛你甲阿哥都拢好好啊，伊嘛无必要甲你作对啊。哎呀，爸。 修行讲了无唔对啦，假使讲你若感觉讲以前个代志啊，又要紧，我替你咧抄一个时间吼，恁做一食食饭咧，啊好好小讲一下。我无甲你骗，你会为阿贤咧讲话所有内面吼，感觉讲这人优点真多啊。哎，其实咯，我都已经是一个退休老人啊，那个需要甲遐个时岁个计较啥。 只要阿贤愿意出来选，我当然嘛是以大局为重的，是。无安尼啦，等下来去找阿贤，大家做伙参详一下。啊，是是是是，哇，真正水啊，真正绝对的疯狂大逆转了，再见全力打了哈。 水花姐。 哎，阿爷，林小姐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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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段时间我咧日本哦，才有机会好好观察因的市场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咱台湾哦外销去日本的市场经营了真成功。嗯，那是海产业、冷冻食品，连咱台湾的农产品哦外销去日本的市场，嘛经营了足好的。哦，有影无啊？有影啊！之前咱农产品啊，敢若想要销去大陆，卖才卖一点啊尔，大部分的市场拢嘛去互因的凤仔下抢去，卖无偌济钱，算阁算袂好。要不过销去日本就无同啊哦。这阵我咧日本哦，才发现日本啊真爱食咱台湾的水果。所以我这阵回来哦，想看卖有法度倒出一下来咧，把咱台湾的农畜业产品推广外销去日本，让大家拢赚大钱。哦，赞赞赞赞赞！我阿兄，你有这款的想法咯，会当替咱这路台湾的渔民农民来做咱，安尼我听你到底。周小姐，哎，万事拜托咧。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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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啊，爷呐，啊，这回你回来，啊，你妈妈来，家己做伙回来。水伯姐，嗯，我当下咧想讲哦，敢着爱我讲到嘴大，你才会想讲要问阮妈的代志，会关心哦。无啦，我是常常收着啊，都忙问忙问啦。哦，忙问哦。阮妈即阵哦，敢咧日本哦交一个男朋友，啊，两个小少要去北海道佚佗，可能爱过一阵才有法度回来咧。啊。是当时交到男朋友啦，我知，可能是缘分到啦。这样，哎，水伯姐，我看你拢唔捌咧关心阮妈的呢。你看阮妈咧日本这段时间，啊，你也唔捌敲一通啊电话甲请安者。啊，是，唔是啦，爷呐，我唔是讲无要敲啦，啊，都歹势敲。哦，歹势敲。嘿呐，那你我都无得话咧。哎，爷爷啊，你跟我骗了哦！我当然是跟你骗的啊！有啦，公妈这阵跟我回来，伊今麦在厝里陪大伊开讲，伊还佫特别交代我，啊，专工来问看卖你伤到底要紧无？爷爷啊，你安尼害我惊一个，有影你真是嘞，你还敢跟我骗啊？歹势啦，完了，等下我出来袂收只惊。哎，阿母。哎，小姐，走啊！来来来，坐啦，坐坐坐。坐，好 ，OK 啊，坐。阿爷啊，咱足久无见面啦。是啊。无记啊，回去了拢有甲我讲啊。啊，过去大家拢是误会。对啦，对啦，我甲阮姐夫吼，都已经是阿秋的好解啊啦，以后别个打啊啦，哦，阿无安尼啦吼，来，大家吼来啉这好解茶，好无？对，今仔日开始啊，将这所有的文员下落台海啊，对啦，啊你都是谁咩？啊你跟阮姐夫一个啊。来，我走。阿姐，之前我若得失你的所在，就请多多包涵。别安尼讲吼，之前咱两个咧起冲突的时阵吼，啊，你讲一寡话来指责我，我即马想起来吼，嘛是感觉真有道理啊。讲唔对啦。过去我甲水婆啊，不过你阿公咧打的时阵哦，确实是不得手段，拢无留人命啊，对大家拢造成真大的伤害。啊，伊当阵你骂我是老狐狸，骂了真对。好啦好啦，阿兄，坐啦坐啦，莫讲坐啦莫讲坐啦吼，人阿兄啊，伊嘛真尊重师大爹啊，对唔？哎哟，安尼就安尼好，大家安尼。话讲好清，讲好开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吼。好啦，啊过去的吼都放过啦。阿兄啊，我敬你，以后大家拢是家己人。好，我老早应该是我敬你才对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我
即马都讲我才已经好改啊。哦，啊你是不是？是安尼啦，今仔从就来买来食，主要目的就是要甲你讲吼，我拢参详过啊，打算要选你出来竞选一个议会理事长，唔知你意思相关？对啦。啊，阮即马伫个烦恼的吼，都是无人选啊，安尼吼，强强要压家己伫个投降啊咧，啊，拄好你转来啊，啊，你上适当的这人选啊，啊。阿兄，毕竟哦，这拢是阮家己的想法啦，啊，是毋是要选，嘛是爱看家己的意思啊，无勉强。朱小姐，咱这边敢真正找无人愿意出选？有啦，哪会无？你啊，燕啊，你唔通袂记呢？你要去日本见证，吼，或者托阿兄弟看我哩听哩。你若真是讲跳出来选，我敢甲你保证，哇、哦，你袂输安尼一台迄落四票机同款霸屏当选的啦，啊！我讲正经的啦，这场选战啊，确实是真歹打。你若是有啥物顾虑吼，我嘛会当理解啦。既然大家拢认为我是上适合的人选，我若搁提起就无意思啊。好，我愿意出拼这场选举，希望袂辜负大家对我期望。安尼是，安尼这个江巧明啊，真正头壳摸得烧啊。对啦。哦，无记啊。哦，这回哦，你做了我上好咯，有影你有道理。最后吼，虽然讲无杀你出来选。要唔讲，你有这个白当地的吼，佫想要杀这个阿贤出来算，哦，你有影足无简单的啦。你想讲真，真是嘛真稳准啦。想要出来算，大家无要杀我出来算，我呢现在真想袂开啦。要唔即马既然哦，阿贤你要跳出来算了啊，我难讲真个，我真放心啦。啊，我大老记哦，什么时拍两手骨有点作用，即届我都算，后届得出来拼啊，对唔？冇去啊！你们干嘛失职？哦，即个你听阿贤出来选理事长，我相信阿贤啊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好发挥的舞台。啊，你最放心啦，我会尽我力量哦，一定会替你好我更久啊！哈，水波啊，啊，你这嘛开始振荡起来啊！该遐讨海兄弟哦，拢考出来听阿贤啊！啊，这弟弟你放心啦，我来讲，阿贤进前甲这都讨海兄弟哦，斗相共偌济呢？恁大家拢嘛藏在心内，啊，这唔免我去邮票的啦。到时这讨海兄弟哦，都会用选票来甲报答啦。啊，不管安怎，恁嘛是爱继续购票邮票，因为毕竟今麦世面已经不比较早，若是要赢，一定要保护伊。对啦，咱只加油一票哦，甲杨巧平那边个减一票，伊个就明还是我大兄，抢走世界大兄，甚至害我小弟见着，比你个个无落当来。对啦，这是我一条介绍，独立双击开始算。朋友哦，甲我讲，台北有一间公司哦，咧应征业务员啦，啊叫我去你面试，可能小等我就会出发啦，明早我就交予您啊。蛮好啦，好好表现，后头去一个好印象，看有法度录取无？我知啦，啊不过即摆我应征是业务员，啊所以底薪真少。钱的代志免烦恼啦。这段时间哦，袂予恁母仔囝枵着。歹势啦，妈，我答应，我一定哦会尽快来拍拼啦。啊，只要业绩哦有够侪天多，啊奖金哦就会真多。是个，我就应家己车用名仓啊。小丽，你嘛免想遐尼济啊，好好去应头就好啊。嗯，我知影。名仓，哎，我来开。哦，啊，大嘴，好，你吃吧。哎，马少大，麦子，不能说。马少来啊，吃饭没？吃饱，阿伟林，多谢，啊，来给您交流。
阿明天讲阿雄回来，是啊，伊去找水波啊，应该等下就回来。先生，啊，多谢，多谢。我来这里。啊，哦，好棒哦。哦，真无简单嘞哈，而且你安尼，愈来哦，煞愈有迄个妈妈的味道嘞哈。阿嫂都还唔敢嫌啦。小丽阿妹。 看你派人做遐尼啊久啊，雄雄变一个好妈妈，阮看到是做袂惯事的。我嘛袂惯事啊，啊无再卡，这就是我何小丽的本钱嘛，无一定啊。嗯，对吧？何小丽既然变啊遐尼啊温柔，我看你规日啊娶起来做某啦。嗯。较袂定定讲你做落，俺卡做一世人。哼，唔爱来佚佗啦。你就是讲甲何小丽送我遮来，我就袂甲你收巧意思吗？我的嘴倒，我遮尼啊歹啦。 喂喂喂，你两个卖相超过哦，虽然我改头话面中心做人，并无表示我得爱戆戆，让恁两个来糟蹋甲欺负哦。甲你口水两句也袂用的哦。你若是有才调，坐上七两三块钱啊，我都互你洗面，都袂要紧啊。我哈，弟弟，趁着天帮啊吼。啊好啊好啊，人何小丽啊，即摆已经有心要做好人啊。 咱啊，应该得互伊机会，吼、哦。哦，何小丽，听讲红武林啊，伊也肯来原谅你，也肯来接受你，安尼以后啊，你甲阮的温暖饭碗啊，就全安尼准拄煞。路到路尾若拄着，咱共款是好朋友，吼、哦。多谢马少大。嗯，讲真正，看你哦，安尼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哦。 我也真欢喜啦！啊，我有听武林伫咧讲，讲啥物你要去台北找头路，要趁钱来饲即个囡仔。既然哦，你甲遐尔有心哦，也无安尼啦。你著归去后来我台北连那饭店上班，我甲你安插一个客房部的经理互你做，你想啥物款？真实的哦。当然嘛，真实的啊。话讲倒转来。 恁阿饭店哦，也是恁阿王志忠起起的，要我今仔甲你安插这个位，互你做，互你趁钱来饲杨志忠后生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多谢马少大，多谢马少大，感谢你台湾大爹。安尼小丽啊，你都免去应征什么业务员，逐工安尼去走业务，足辛苦的哦。是啊，安尼大家哦，对我这么好啦。 啊，早知影哦，做好了有遮尔做好处哦，应该早就较早转型啊，对啊。哎，马少大，哎，阿姨，哦，阿姨呐，哎，回来啊，哎，真久无看咧哈。是啊，唔得啦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对啦，妈，大姨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报告，欢迎答应水波姐，也讲我上，要出选，希望即摆理事长。 我安尼讲起来，咱这边就有机会赢哦，哈！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阿贤，你拄仔倒当来台湾，都去甲人拼选举，安尼敢好？对啦，阿贤哦，人讲啊，蜀中无大将，招妹做先锋。阮大嘴甲一块肉，凶凶煞叫飞去，你安尼走出来选，是有够无意思的啦。那你是靠妖妖啦！我安那真赞成阿贤出来选啦。 向人家出来反对哦，等于是教恁爸妈上台做对，我安尼讲你了解无？有有有有。安，这一跳就算，我绝对替你甲贴底，吼。多谢。妈，你别烦恼啦，欢迎做我万全的准备，要拍这场的选择。我再讲，在这么艰难的时机，我若不低调点，时间一定叫周渝民、关我拢放弃，那你我也对不起阿兄在天之灵的感谢。 好啦，你若真正要出来选，妈妈一定支持你到底啦。多谢妈。我叫爸。安尼啊，好。妈妈。乖。爸。明昌，来来来来，来哦，你帮叔叔甲你升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啊。 我若画彭世贤，你都爱画动算哦，哦，开始哦。彭世贤，动算。彭世贤，动算。彭世贤，彭世贤，彭世贤。
什么？洪水波一边已经找到要出选的人？什么人？啥？彭世贤？啊，这支球队都分出来。你甲查看麦，顺序你做工十八台，嘛查清楚。来机会啦！我伫顶个月财务部来，互你看一下。多谢，坐啦，坐啦。对啊，明明，我有一件重要代志要问你啊。什么代志？彭世贤这个人，你有熟悉无？这个人，我是识伊到有村。我听讲，伊最近人拢在日本啊。会着，你那许问题。洪水波要送伊出来选理事长。明明啊，我看你的表情敢若真惊吓，是安怎？明明啊，我拄只去鱼竿坐一日，有足多人当我面大声喊我当选了。可见你这届替我挽掉未少洪水波的条仔卡啦，多谢你。这个啊，你莫怀疑啊，太早啦，好日子已经过去啊啦。为什么开始选战才要开始拍呢？是安怎讲？洪水波一边有杀人出来，要甲咱拼。打算是杀新民出来嘛，同款啦。伊哩即摆实力，对方若是杀一个什么三条六臂的人物出来，我同款稳当当，哈，敢不是？那是当然的啦。以咱这行情来看，不是输赢，是赢多赢少的问题啊。对，哈哈哈！不过算账，我也提醒你啦。这个选举对咱来讲是关系到咱是毋能插手关公义干的工程，顺续修理王文强一挂人，所以你唔爱全力去拜票，一定要股票当选，互因输啊心服口服，知影无？无问题啦，这个哦，卖讲是倒咧选会着。都是你拍的算，嘛赶快割票动算。你敢愿意听我一句真心话？你请讲。我是认为不管安怎，这场选战你一定要小心应付，卡免大船要离港才来并准。安怎讲？歹势啦，我唔是听故意要泼你啉水。彭世贤这个人，我真清楚。伊是一个不管做任何代志，拢会让人感动到的人。拼选举，往往拢是最后会用让人真正感动到的人，才会得到最后胜利。所以我认为，这是恁要提防的所在。英明啊，既然这个彭世贤这么厉害，你得爱更加尽全力听我，安尼我才有机会赢呢，哈。团长，你放心啦，你若落选，我嘛无面子对无？我是做议长呢，这面子敢下会去？这个阿贤回来，要甲董树川竞选议会理事长。虽然讲这对洪水波那边较有利，啊，不过恐阿贤卖得是着周一鸣这个少年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。暗中甲阿贤斗相共债。朱议员，你要认得我哦？哪会袂认你？堂堂周大议长面前的安排，为着你啊，我搁甲伊见面嘞。人即卖哦，甲我点名做记号啊啦。朱议员，我向你回失礼啦。迄天我嘛想袂到，恁会为了我去冤家啊，我嘛做袂得过。啊，免啦。既然哦，知影你是周议长的人哦，我唔敢甲你砍。迄天孙万岁去甲你目到，安尼当无？周议员，你误会啦，我真正唔是周议长的人。你唔是伊的人，啊无是安那发迄天咧，轻轻啊甲你蒙一下，伊就敢配面。坦白甲你讲啦，迄拢是周议长家己咧妄想，我真正无迄个意思。啊，不过周议长即卖是我的头家啊。我袂用讲啥，
其实我心肝内哦，也是较欣赏参军朱议员你这款这么风趣的查甫人。真的爱食的，哎，你唔当讲阿喜人呢？这款话敢袂当学白讲。朱议员，看你当时有闲，咱约伫咧酒店见面。我想要单独甲你喝下饮几杯啊，陪醉一下啦。安尼哦，好啊，好好好。我过去哦，我伫这间酒店上班，内面的人我拢认识。你若是来这耍哦，我一定好好甲你招待。好啦，既然哦，看你表现甲这么有诚意哦，我一定到，一定会到，好。哎，wait for me 哦。嗯。阿兄啊，先加加过啊！好好好，快起来哦！哦，先站着，看到等下春节。哎，海姐，平安都来啊！你过来要怎啊？我是来问海姐，看你考虑好势未？无啥物通考虑的啦。你哪会气不不啦？我知啦，迄天是我得失你啊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来给你回信的，顺便早前的见面的给你。请你先收起，以后若果有啥物需要，出去开嘴甲我讲不要紧。妈，你带这物件收回来，莫再为难我了。海姐啊，这是钱呢。我知影这内底是钱，这摆我都要塞个现出来算了。阿贤较早对我有恩，包括这兄弟也是同款。讨好人上界重要就是义气，无论你出偌济钱，我无可能让你免收去。你真正是敬酒不爱吃，吃罚酒呢？若要吃罚酒，麻烦你去请别人饮。你真正是白酒买无酒啊？无，你下酒好声好气在遮甲你讲话哦，你讲甲在遮应酬应酬啊？啊，无等于什么？你安怎？应该是我嘞。我们听。